快上岸！快！
剖开始，我们将取出它的胃，做成解剖切片，提取抑制分解酶功能因子。让他走。巨蛇的骨龄检测为350年。神龟随兽，犹有静事，腾蛇成物，终为土灰呀。老天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如果你让依依醒过来，你要我付出什么都可以，真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她醒过来。我真的错了，依依，对不起。撤离！不，所有人员迅速撤离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
只要死的不要活的，都给我今天打起来，把他给我干掉！军统，快开车！没事啊，媳妇儿。快吃！
你告的鬼吧？马上呀！你胡说什么？他不是蛇王后人吗？还能控制住蛇？救命啊！别猜了，快救人！进来别过去，危险！穆圣哥，那是什么？
多摘点，粮多够了，粮多哪儿够啊？那么多人中毒，多摘点没坏处。哎，你看咱们来多不容易啊，多摘点怕什么？是不是？双头菊蛇本来寿命不长，能长成这么大，一定是靠蛇精化来续命的。那就更得多摘了，多摘了绝不能留给那怪物。不行，那样做只会让巨蛇回村报复，到时候倒霉的还是村民。木生。 回来吧，莫生，多摘点，你不是要钱吗？要钱我给。做人不能太贪，这种钱我不赚。摘，赶紧给我摘。石建成，你干什么？我要所有的蛇精花，还有小美人你呀、啊！我弄死你！滚吧你！啊！ 莫生，赶紧给我把所有的蛇精花都给我摘完，否则进来小姐也会变成瘸子。害死他们的！忍着点。死了！该双头巨蛇当下酒菜了。<笑>是你害死他们的？我只有。 小小的一点点功劳，你真卑鄙！无毒不丈夫，木生，你想当蛇王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哦，不过这女人嘛，
女人，还是嫩点好。我，不要着急，咱俩有的是时间。你要干嘛？你说，我这一开枪，子弹是留在你的脑子里面呢，还是会飙射出去？石建冲，把枪给我放下，要不然把这个包扔下去，你们谁也别想得到陕西话。他威胁我，他在威胁我，他威胁我，扔，赶紧扔。不说，不说，你冷静啊。这些人啊，消消火，消消火，这生鲜花是百年难求啊，咱可不能扔啊，不扔啊，还不快摘！哦，你疯了！他摘了，摘了，他摘了，他摘了，他摘了！别耍花样，把包快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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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石建华，石先生，给我指头吧！滚蛋！算个什么东西？人比蛇毒的道理，这会儿你明白了吗？从来就没有谁比谁毒的道理，只有贪婪才是最毒的。别装高尚，你挣那么多钱。不就是想远离那些村民吗？不如咱们俩合作一把，怎么样？我只挣该挣的钱，村民是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我想，只要心存善念，他们一定会抛掉偏见。善念，善念，不过是软弱罢了。干嘛？别动！都别动！这些玩具是我的，我的！去死吧你们！沈老板。